来，咱联合针对咱的肖总会长，以及咱的宋理事长，啊，个咱国分会分会长，以及咱所有教友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，我是嘉祥。今仔日呢是咱北海进祥联合船队，咱1906年度，咱这个东阿贵正关第二关的这个比赛。那么咱们呢，咱为这个啊做吉人港出港，来到咱的凤角地家，经过的距离是201公里哈，210公里。210公里，那么来到咱这个凤角地家呢，目前这个天气还算不错哈、哦。因为昨暝呢，咱伫吉隆港装人吊人的时阵呢，整个拢是落雨的状况，一直到咱开船呢，沿路上也阁是一直咧落着雨。啊，咱嘛真烦恼讲，哎，来到凤角地家呢，是毋是也阁有雨？那么今仔日呢，咱凤角地家整个状况看起来都还不错，除了风浪稍微大一点以外。其他四面八方呢，这个云遮的部分拢无算真高哈、哦，啊，头拄啊呢，还阁小看有日回啊，哦，还稍微有一点太阳光，所以讲呢，今仔日咱这个风势的部分呢，我呢和咱交友先了解者，了解一下整个今天放歌点的一个天气状况，啊嘛，会当和咱交友做者较好的评估，因为呢，咱伫顶一关，因为这个海风卡起来。所以呢，咱陆地上陆地上包括这个啊，做台北港的部分，拢风港的状况，因为这个海浪呢，卡甲上严重啊。所以讲呢，伫咱顶一关规范的那个层数，也是以比较南部的中南部的这个规范层数比较好。那么北部这呢差不多集中的是这个一城甲四城中间吼。所以讲，咱希望伫这关希望在这个正关第二关呢，咱的这个交接呢，会伫较好的天气状况之下，顺利的登陆。这个呢，咱就甲咱所有交友报告咱这凤角地界的天气状况。今仔日凤角地界的天气状况阴天，那么风向的部分东北风，风向的部分东北风，风力6级，风力6级。所以讲呢，咱今伫海面上，咱看会到真侪即个北坡吼、哦，有即个北坡起来，就是即个风力有较强一挂。那么风力是6级吼、哦，硬的部分是大硬吼、哦，硬的部分是大硬。那么能见度，今仔日的这个能见度非常好吼、哦，15公里，能见度15公里啊、哦。只要麦公够卡蒙的状况，这个能见度如果没有改变的话，这样的能见度是会再提升的吼、哦。另外呢，咱的这个气温的部分。气温的部分，咱今家差不多伫18度、19度中间，海水的温度差不多伫19度。哦，这就是咱今仔日凤角地家的大约的天气状况。刷落来呢，咱就是在看讲咱船只的这个经纬度是唔够点啊呢？即咱就来看经纬度的部分。
好来，这个呢，这就是咱船的这个经纬度的部分。目前呢，咱看到的吼，这是咱船的位置，这是咱船的位置。那么这是咱的风格点，差不多咱预计哦，赶快在7:30，咱的准确的到点。目前呢，咱船头的部分，我们船头的部分是朝着台湾的方向哈，咱船头是向着台湾的方向。所以讲呢，咱赶快交接放出来了，咱交友爱斟酌看的，就是讲交接的这个规范的这个方向。差不多在10:00、11:00、12:00、1:00、2:00这个方向呢，这个都算正确方向。因为今仔日呢，咱头的这个风势部分是东北风哈，是东北风。所以讲呢，预计7:30我们船就会到点哈。这个是咱船家的位置，这个持续朝着我们放歌点前进当中。那么因为呢，咱这个经纬度的部分，这个较细致，咱进另外过来看这个较大只的，和咱交友。较确实了解咱的这个做经纬度的状况。来，这个呢，这个就是咱经纬度的部分。伫这个北纬、北纬的部分呢，是26°52分；东经的部分是122°50分。那么，以咱这个做，甲咱到点呢，就差一点点，现在陆陆续续接近当中。咱好朋友看一下哈。这目前咱的迄个叫做第二关、正关、第二关的这个比赛公里数是200公里，那么伊的北迄个叫做东经的部分是122°49分，那么北纬的部分是26°50分，那么这个现在我们已经接近我们放歌点的当中了哈，所以讲呢，这就是咱今仔日北海进翔联合船队咱正关第二关。106°，东阿贵正关第二关比赛的这个天气状况，和咱所有交友啊了解者，包括咱到这个风格点的情形，拢和咱交友了解。咱刷落来，咱这边来看咱整个真风调的画面哈。今仔日呢，咱上浪的上船的这个礁浪数哦，上船的礁浪数呢？已经减真济啊，吼、哦，已经减真济啊。那么他多呢，咱有甲咱教育报告的，就是咱今仔日风格地界的天气状况。咱希望呢，今仔日这船头时啊偏开，伊会就会当顺利对转去吼、哦。因为今仔日咱风格地界的状况，一切都还算很稳定。那么这整个这个天气状况稳定的一个情况之下，加上今天是东北风吼、哦，东北风是顺风势。那么以船只来讲，跟咱的这个主计赛罗去比，咱今仔日天口的位置比较靠近比较靠近这个叫做东边一点哈，我们比较靠东边一点，所以讲呢，礁甲只要斜到天开，那么以这个风势5到6级的这个叫做风力呢，来咧甲送呢，咱希望讲礁甲在飞的这个风速会当加速，所以讲呢，咱赶快只要是陆地上。沿路201公里，没有什么气候的变化呢，咱相信交接顺利归返的那种层数会比较高一点。这个呢，咱就这边来看咱的这个做下早起验风调的状况。那么这个呢，咱所有的这个风格人员呢，嘛已经陆陆续续。起来伫甲板门顶准备伫要放假，那么咱这要先来看的，就是下早起咱验风调的画面，谢谢。完进。第3条风调，612748，风调完进。
的义祥工会，做咱的参加人员。第一条红条055276，红条完进。第二条红条055275，红条完进。这咱5789分会，这咱副会长啊，落开放个电话。第一条红标064196，红标完进。第二条红标064195，红标完进。3140的分会，这咱放个电话。第一条红标064349，红标完进。第二条红标064350，红标完进。第三条红标064351，红标完进。再反制分会。第一条红标993624，红标完进。第二条红标993623，红标完进。完进。咱再来跟两单单分会，一单红单另外阿龙。第一条红标007786，红标完进。第二条红标007785，红标完进。咱今仔来检验红翔分会。第一条红标064213，红标完进。第二条红标064214，红标完进。咱即摆来检验新南区分会的红标，大头啊，然后后面的三个人员，第一条红标000319，红标完进。第二条红标000318，红标完进。第三条红标000317，红标完进。第二卡咱第一条红标000322，红标完进。第二卡咱第二条红标000321，红标完进。第二卡咱第三条红标000320，红标完进。咱今麦来检验6688，三家庭员大头啊。第一条红标023429，红标完进。第二条红标023428，红标完进。第三条红标023427，红标完进。今麦来检验全分会，啊，对咱的三家庭员，听到吗？第一条红标017296，红标完进。第二条红标017295，红标完进。咱即摆来检验公司的哪部分？这是安怎分得出？第一条红标008229。红标完进。完进。第二条红标008228，红标完进。完进。第一条红标8224338，红标完进。完进。第二条红标82430，
单机航表完毕。007红表文件文件文件红表000186红表文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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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二条红标925199红标完进。对。咱即马来检验全新智慧，这咱的大家庭员对。第一条红标039944红标完进。完进。第二条红标039945红标完进，完进。我们这边通台新红会。第一条红标019937红标完进，完进。第二条红标019938红标完进，完进。我们即马来介绍苗栗公共分会。第一条红标063484红标完进。完进。第二条063485红标完进。完进。即马来介绍超级分会。第一条红标007669红标完进。完进。第二条红标007670红标完进，完进。咱即摆来介绍台中分会。第一条红标040273红标完进，完进。第二条红标040272红标完进。现在盖脚大兴分会023753红标文件，第二条红标023752红标文件，那今天来盖脚8899分会，第一条红标943595红标文件，文件。第二条红标943596红标完进，完进。咱即摆介绍大台北海翔。第一条红标017684红标完进，完进。第二条红标017683红标完进，完进。第三条红标017682红标完进，完进。咱即摆来介绍联合分会。第一条红标023963红标完进，完进。第二条红标023962红标完进，完进。第三条红标023961红标完进，完进。各位分会长，咱把所有的红标拢检验完毕，红标完成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做完了，我们应该不会被你整掉，因为我们家里话太多了。啊、来谢谢啊、以上呢，这就是咱会再去严防掉的卫兵哈、哦。
哦，所有的这个奉教人员，大家精神拢真好，你啊看。希望讲今仔日呢，咱伫这个100年度，咱东阿贵正关的这个第二关呢，啊，咱教育会当飞出一个好的成绩。那么渐渐呢，咱的船只嘛，一直都要到咱的这个奉教点啊，吼，渐渐接近咱的这个奉教点。所以讲呢，同款，咱伫七点半，咱的准时来奉教。那么这个目前呢，咱同款吼，摄影机咱会先拖出来外口。啊，和咱教育了解一下，咱进凤甲地家啊，大致上的一个天气状况，和咱教育了解一下嘞。因为呢，咱进凤甲地家呢，天气渐渐清来吼，渐渐清来。啊，咱希望讲，今仔日这201公里、210公里的这个距离呢，啊，沿路上交接放上去，这个沿路上的天气状况拢是保持只稳定。只要这个天气状况稳定，加上陆地上呢，卖像顶关哦，陆地上卡崩。那么今天呢，这个规范的陈述会当在咱的预期内底。所以讲呢，这个咱没有教育看的，就是讲咱所有的工作人员拢已经在甲板顶 stand by 啊，吼，拢已经在甲板顶准备啊。那么在甲板顶准备的是同款，咱这一个啊做7:30哦，时间一个到，咱船只到点了后，咱就会准时来放甲。那么这个咱这边有好教育没有看的，就是讲咱今天。咱的这个硬的部分吼，今仔这个硬有较大一挂，咱真看会出来，就是整台面啊，这边这个啊，我这个北坡呢，天。这个视线范围，所以讲呢，今仔日咱伫海面上遮，范围不可到五米，好。那么雾的部分是18.5度、19度，那么海水温度差不多。这个呢，咱这边看的就是咱，好，你后面，转到后面去。那当边的所在呢，伫这个啊，我来。好，这有一挂加持，哦，有一挂我讲的持，那一挂加持，只放出来了，已经拉哦被杀掉，再你哦能够顺着那个方向，怎么等一下呢？因为今仔日呢，头还是这东北风哈，北部，今仔日咱船只停的。那么啊，这个胶架起来了，风向吹掉，那么看啊，咱伫这啊都7:30，7:30，咱准时准风，准架呢，我来到达咱的这俩做风格点。第一，咱进行联合队，正关第二关的比赛。那么这个正关第二关的比赛，啊，距离所也部分，你有个201公里啊。那么这201的，那啊，预计登陆的时间哈、啊，登陆的时间，登陆的时间应该是差不多落在这10:10左右哈、啊，10:00。大概也是这个时间，那么这个时间左右呢，咱的教育呢，如果做于咱教育呢，落这个时间左右呢，啊，会当去教导啊，稳定单教，唔讲好再入去啊，啊，一个唔知啊，我来啊，哦，真无简单啊，参加这第二关，第二关呢，只要今日规范的陈述好一点的话，第二关、第三关、第四关、第五关都会及，那么呢？这个速度呢，会当啊，小下降温较紧哦，较紧一关。那么在电动机要没问题，那第三关哦，第三关啊，都、一定爱个出来。那么咱嘛希望讲，伫这
怪天气状况，第三关哦，这天气状况也能够稍微好点。所以讲呢，伫咱要被好天气，要只放灯一了，会使斟酌者吼，是稍微注意讲第三关这个天气状况啊，风格地，咱的这个做风格的距离数呢，买来到240公里。所以讲，迄是第三关啊，咱希望讲哦，交友稍微斟酌者啊，第三关的这个天气状况。那么伫这个第二关的部分呢，咱就是今日风格地家整个状况都还算蛮不错的哈，蛮稳定的。啊，咱希望讲啊、这个交接放出来了，会当卖下空哦，要盘旋，然后直接找到方向，顺风水哈，顺风水的等级。那么这个风力哦，的风力会使讲顺风水的时哦，都像咱真侪风格人员都在讲。即、这个那顺风水是吼，是那天开哦，就会当直接到六，所以咱就叫起来较勤力一挂。那么离咱这个风格的时间哦，咱差不多也过三分外哈。对不对？来风格，那么咱专家呢嘛渐渐哦接近咱的风格。当啊贵正关第二关所有出时间交流，大家啊在在小啊。公园无远，那么公近呢，也是还好。那么，既然进环路的，不是讲交界未到，环路是讲201公里这个距离为风的。那么这个距离不定，天气的变化，这是咱所无法度去量。好，第七个部分啊，交界这做调节的。状况，那么咱就是用教育较好，来从天气变，这个天气的变化呢，直接应用到整个的迄个成绩。当等于无等去，无等去的并无代表讲哦，咱饲料无好，最主要是天气状况，咱所无法度掌握的。来看着镜头挥手一下，准备被烘干啊！好来，这个咱这边，那这天蒙咱说不过，今天东北风力六级，海浪的部分15公里，温度19度，海水温度19度。10秒，来倒数10秒，一下大环境了。3、2，轰炸！好，来。
来咱伫七点半嘛准时到达咱个放甲点，那么咱七点半时间到，咱就甲规船的鸟只做一个放来吼，整船至咱七点到放过来，那么即个咱就看到鸟只出状况，即个鸟只出来呢，因为门顶这个鸟拉高的状况是很稳定哈，油管的状况不是稳定。赶快哦，鸟只出来了，船头的鸟只，这个方向算稳定的。方向来嘛，十二点钟的方向，十二点钟的方向，鸟只在拖，已经大头鸟已经拖回十二点钟的方向去，所以讲这个方向是正确的。因为拢无想哈，拢无空。船头鸟，船鸟这个啊，撞不撞？撞不撞？那阵呢，到顶对掉，对顶对了掉，那拖出来这个方向，应该没有偏差的话，机会很高啊，变掉的机会真高，因为鸟只放出来呢，无安怎盘旋，那么右的宽度也没有说拉很高哈，那无右真高。这个目前呢，十二点钟大量的鸟只是出十二点钟的。在间都有用，今天咱看的到的是十点半钟、十一点钟、12点钟的方向拢有在下。目前的鸟只有做贴钉啊吼，贴钉啊，贴做五六钉。这个鸟只呢，船头的鸟只只要伫这个方向的修正了解方向的部分了解，这个咱希望讲啊，它能够尽速的登陆。今天的情况还不错哈，鸟只放出来完全无大颗哈，拢大颗，纯修顶修的鸟只啊，伫咱这里做准备哦，伫咱准备修盘旋。那么大顶鸟这几十二点钟修正到十一点钟的方向哦，大顶鸟为十二点钟修正哦，有点红。所以讲呢，十一点钟这个方向呢。拢总拆做一、两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钉，七钉，即七钉呢，希望讲伊会当啊，伫这个方向的正确的进行在十一点钟的方向，即只较济吼，遐嘛较清，遐边看遐嘛较清。后边一点钟，赶快拢修正灯来伫十一点钟，哦，我那修正灯来伫十一点钟。那么伫咱准备的。我们现在看到零星的三顶左右，有的栖在这个海面的背，在它多呢，鸟长出来时阵，那么讲稳定的气流，可能那个气压哈有较低一挂，所以讲鸟下游的这个高度并无真高。看远的所在，咱看到的，这个在一点钟、十点钟左右的方向呢，加这个下八颗，加下八颗，十点鸟下下。在咱目地准备呢，有两大阵的鸟只，三阵、四阵哦，伫准备鸟只哦在拍壳哦，啊，然后在拍壳的这鸟只呢，不会关。那么伫十点钟、十一点钟左右，这个方向较大阵的鸟只拢有看，够大阵倒转来，够大阵倒转来，伫这个十点钟左右的方向有大阵的鸟飞倒转来，那么。我有一个，我那有一顶鸟只，伫个今日鸟只搞袂出哩吼，加一个十点钟、十一点钟的所在，拍倒转来的这状况，拢倒来伫船边啊，只我船边。十点钟，鸟只跑到上来，
变化。你只要只有迄、那个，那无那那出现迄个痛。即十一点钟方向呢，一点钟、两点钟，即、这个离咱大高。那么在十一点钟左右，迄个方向呢，迄个交接，也有三点，十一点半这所在有一点，真大点，迄真大点啊，也可。好，来，这十一点钟左右的方向呢，三点后有三点，三点交接，已经背景啊，已经关，有接关，这是个短的，哎，这个又快又快，尤其是十点钟左右的方向，已经有一点足大点呢，大边，哦，十点钟点到大边飞，都来。点十点钟，迄个方向照拢，敢那无法导出哩，敢那拢无法导出出哩，一直拢伫咱伫即个啊做迄个。一般你若顺利的时，照只是一直冲出哩，哦，无可能讲遐停止伫遐。目前呢，我只叫是停遐一直加高。我只结果呢，准备搁带几落电刀回来，拢未设定哦，未设定拢出。今天出那个飞行的速度搁稍微还低，那么更加故意来，来那个状况啊，210。已经背较低。
哦，咱看到两顶鸟只，飞的这图像，我叫我管哪里抓出来，哦，哪里抓出来，希望那顶呢会当较紧抓出来。哦后来在点钟做方向了解呢，这个部分啊，刚刚有那离开啊，啊这个是他从那不知道是啥哈，从不知道，哎，一个七点左右，啊七点左右，那么大点呢，大点呢，细点呢拢有。十二点钟有一大阵的鸟只带回十二点钟，云层部分的部分愈来愈大阵，哦，乌云的部分愈来愈大阵，所以呢，鸟只一直伫遐含水，唔知鸟只跟它是有关系的吼。所以呢，这你怕这到三四点，还是到几点？错修错，等于我来，伊飞行的高度无悬。另外，伫载电部呢，一点交接，哦，接完了底下拍壳准备，哦，完了准备都要冲出去。交接有拍几点？有拍出去哈。即个就是讲咱放飞机，咱看到的交接飞行的度，本地拢飞来，哦，有偌低，所以讲飞拢飞。管哦，飞得高不休，对吗？我要冲。哦，准备的交接，赶快哈，准备来趴。后来咱七点半放到到这个15分钟的时间，你若讲气流稳定，那么气候稳定呢，应该是会直接倒去。像咱放到人员讲的，搞不好十来天开就到。这个状况敢那小可像咱想的遐理想吼，这个状况无像咱想的遐理想。目的准备吼，准备咧飞这个鸟只一大阵。这化作两三点哈，化作两三点，那么这两三点鸟只数量原来未少哈。目前大多咱对十一点钟、二点钟正头前出去的鸟只，十二点钟在海边呢，哦，海边，但是伊消化的快哦，加减有拖尾哈，加减会增。所以讲，这十二点钟的方向是有交接。那么，这离咱准边哦，准边的部分，这个三四点的交接数量拢未少哈，数量拢未少。那么，这个呢，因为这个乌云的关系，在咱放到地家，咱这已经有感觉到雨绵啊，哦，有感雨绵啊。今天呢是咱北海进强联合船队106年度，咱打鬼正关第二关的比赛。那么今天的这个比赛天气状况呢，底下过来咱教育做一下重复。阴天的天气，风是东风，风力6级。那么海燕大浪，能见度15公里。那么温度19度，海水有10高度。这个人。
点啊愈来愈粗啊，雨点啊愈来愈粗。比准备拍高，那么数量拢未少吼，数量拢未少。地方各地呢，因为有喷这个雨点，咱差不多的时啊，鸟只出去，即像十一点钟的所在呢，一大阵的鸟只伫遐飞鸡鸡啊，慢慢出去。哦，十一点钟左右的这个方向，咱看得到的，同款了一阵鸟只伫遐。那么咱碰到大阵的鸟只，还佫伫遮做集结，伫遮咧做盘旋。所以讲天气状况。据了整个比赛过程来对，也就是说30%-40%左右，所以说天气总是想到的，就是咱所有的这些。那么也是因为这个天气状况的变化，咱这台湾啊，像想呢，才会当讲在世界上哦，在世界上啊，大家敢讲？因为这任何状况拢有可能发生，啊，这拢唔是咱意料中咱料到的。你像有时阵呢，咱鸟只也未出来，咱各种的天气状况，咱拢已经也着伊的状况，但是鸟只办真歹料，真歹料，因为沿路上距离愈来愈长，那么天气的变化嘛愈。我们台面从咱地界，地有时阵呢，只要短短五分钟，天气就变化几多种。所以讲，伫这个海面上咧风干呢，这种气候的变化瞬息万变哈，气候的变化是影响鸟只规范上大的因素。啊，所以讲呢，咱讲真呢，伫这个做天气部分占40%，这40%都进来啊。目前呢，咱风格地遮吼，咱船只是向向的方向，一直咧行驶。那么那行驶那过来呢，咱都拄着这个雨丘吼，雨丘。那么咧喷这个雨丘的同时，咱看到这目前伫咱船的正上方吼，船正稳定，哦，这个乌云真大片。所以讲目前伫这个风格地遮吼。咱进准备哦，也阁有大阵的鸟只。那么他拄仔咱讲，方向的这鸟只呢，这个把鸟笼啊，看无鸟只伫遐。咱希望伫这十点、十二点钟左右的这鸟只呢，啊，拢有顺势转去，哈，拢有顺势转去。那么伫咱准备咧拍的鸟只，即个啊，他是把高度拉高了，即个有两丁。哦，有两丁朝着12点钟左右的方向，哦，有一丁朝着12点钟的方向，他都要朝着十二点钟方向飞出去的鸽子哈，一丁搁爬到上来，一哦，伫咧下面下午，那左边啊。准备真正要有一数量未少的鸟只吼，伫咱准备咧拍鼓。那么咧拍鼓只鸟只，不见得它就登陆哦吼，无一定讲只咧拍鼓的鸟只都未登陆，可能伊即个还佫咧顺这个哦，看气顺气候的这个水平吼，顺气候的水平。那么只要气候的水平哦抓到，应该会出去。十一点左右的方向，十一点半钟的方向，也有看一大阵的鸟只，也佫伫遐拍。他拄啊无看，即个要加拍，啊，这唔是为只带出去的哦，迄可能是
伊飞出去，然后佫伫个球，所以球袂出去。刷咧十点钟有一大堆鸟只是栖伫海边，十点钟有一大堆的鸟只栖伫海边，迄阵我那袂适应哦。所以十点钟拢有鸟只，十点半钟拢有鸟只。来，看我来向咱船的方向飞到过来。状况交加一直伫只只咧拍，一直拍，一点只拢栖伫海边较济吼，栖伫海边。伊伫这个十点钟的方向，有一阵交加，一阵只拢栖伫。方向袂到，规种栖伫海边飞，拢飞无悬。十点钟左右，这个方向近海一阵，迄个鸟只是伫海面飞呢，即个同款是拖过来，一直要拖过来咱这个船边，往西边哦，咱船边的鸟只感觉上敢那愈来愈低，哦，感觉上敢那愈来愈低。咱希望讲哦，啊，即下都，因为即个啊，好咧，我看当即个也好，也好较紧散去。那么照这呢，即个也做掠着，掠哦，引出去。那么如果目标会差不多在十点半左右交接的陆续定量哦。那么在十点左右呢，这个咱若讲交接定量了后，所谓就订单交。那么这个咱放个地者，咱正感受到的，咱正所感受到的是。然后佫加上这个雨面啊，拿来雨手拿来喷。虽然雨无着真大，但是这个雨，那咱这个收播的时间差，咱就要收播啊。那么照这呢，在咱船边拍鼓的状况蛮多的。哦，这个照这也是在咱船边咧拍鼓。让咱收播了后呢，啊，这个鸟只呢，啊，会当较紧找方向吼，卖阁继续拍鼓。其实像这个状况，啊，无像咱也未放假之前，咱所评估的讲，哎，鸟只实在天开就直接定落啊。这个直接咧拍鼓的这个鸟只呢，啊，上下也维修点吼。那么这有一点，方向十点之方向，这是这个方向拖出。十分钟的方向拖尾出去，好来，这阵鸟只呢，这就是带伊十点钟的方向吼，十点钟的方向，只要拖出去这个方向啊，伊呐，卖想啊，带。今仔日呢是咱1906年度。党啊，鬼正官第二关的比赛。
那么伫这呢，嘛感谢咱肖总会长，伫一关呢，咱咧省内，咱肖总会长啊，个咱咧宋理事长啊，拢赶快会来到尊顶哦，看到所有作关系哦，啊，来开。那么嘛，非常感谢全体所有军的啊，那伫咱做的状况呢？生存的作业拢会当非常顺利，啊嘛感谢咱所有轿车的这司机大哥，感谢咱军队啊，换咱这里做啊，会乎咱这司机呢，司机大哥这，咱啊，你提着了后，咱拢会乎你会签，那当然咱拢有签到，只要讲轿车放掉了，咱所有的放甲人员呢。的啊，做前浪的动作，赶快准扣花的啊！高在等你，那么司机确实要浪啊和司机等呢，司机来说感谢咱国分会，有恁啊有恁的这个各方面的。这边收播啊哈，啊，讲到人诶，这个卫兵。不过呢，咱今日招架伫遮咧拍空，老乡呐，你好，放箭放琴，哎，当好招架顺利诶登陆哈。赶快，今日呢，太强烈。比赛，那么今天这个日期呢，是咱十。